要掌握住，千万不能够让幸福有漏网之鱼，让他逃跑的可能。没错，所以让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想幸福的人的专辑当中，把幸福好好的网住，而且留在身边。对，而且我们刚刚有说了，忘了这支 MV， 喜欢的朋友们请举手。是有从中得到慰藉的大声尖叫。是，我们当初是透过记者会的方式，透过媒体朋友们的镜头，让大家了解这支 MV。但是今天杨丞琳站在这里，是当面跟所有喜欢你的歌迷朋友们来分享，忘了要带给大家幸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忘了这件事情，就是可以带来眼泪，也会带来微笑。是，哎呦，我第一次看。哎呦，自己还哎呦，是。对啊，其实为了这张想幸福的人的专辑，就蛮辛苦的。因为像这条裤子，其实原本是合的，然后整个现在都松了，整个都浪了，然后就是整个裤子都掉下来了，我腰真的很瘦啊。我可以说杨丞琳，你真腰有够瘦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就是他真的变好瘦，你看有不好意思，我要探头看进，我可以吗？我可以探头看进去吗？好瘦啊，而且好 sexy 哦。是，对，就是为了这个专辑，其实蛮费心的。对，但是是所有的人，我其实非常非常感谢唱片公司和我的经纪公司，他们很重视这张专辑。那当然一直以来他们都非常重视，可是我觉得也发到第七张了。是，那希望真的有像人家说的 Lucky Seven 一样，这张专辑可以带来很多的 Lucky， 然后也希望带来很多幸福给所有喜欢我的人。对，尤其不但是要带来 Lucky 的感觉，还要带来 Happiness 幸福的感觉。我们刚刚一直说哦，在7月30